倒是林志玲要多吃点饭了，因为中央研究院跨国研究团队发现说，如果是呢比较死亡风险的话，这纸片人的风险是胖哥胖妹的 3.6 倍，罹患癌症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比较高。研究团队说了，目前的 VMI 值呢，也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标准值呢是 18.5 到 24， 但是研究的人认为说，这符合低标的人都太瘦了，建议呢卫生署要把这个低标提高到22。而依据了这项的研究呢， VMI 值都低于18的名模，像是林志玲啊、姚彩颖啊、歌手孙燕姿，他们全都是死亡的高风险族群。